你看哦，这是三级古迹耶，府城的那个城垣呢，南门段一个残迹就对了，遗迹呀，这三级古迹耶，这面墙很漂亮啊，就把它那个收回一比一，这面墙很漂亮，很雄伟。雄伟的墙啊，那看到吗？好雄伟哦！另外一面是台南大学，城垣这一段是台南女中的围墙。女中对面是台南大学，以前的台南师专。这个是真的不错，很棒。OK， 然后缩鼻，这是缩小一半的。恢复1:1。